그거 너무 개가졌다 나. 아는 가켜줘에. 做这车车车，这车都污染啦，对不？啊，这小的烟呢污染嘛，啊，努力做环保的，提来去环保站嘛，对。这个呢，比初三啊。无啦，阮做初三关系哦，啊，无做会艰苦。啊，阮做囡仔两个拢无无好命了，对。弄啊真多。 种的米啊啦，也有差不多六七行的，六七行的就要六七人啊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无共款啊啦。这大家拢安尼捡捡到惯势啊啦，哦，捡到惯势分开啊，捡到惯势啊。这款就是你，哎，嘛是要用脑筋啊，对吧？我这棚啊，嘛是要去用脑筋啊，你上下棚搭上下棚搭安尼啦，无啥恶别共度安尼。哎，遐一空哦。 三妈咪啊，肯达三妈咪啊，肯达拢固定位啦，做这个看不，开车拢会去叮当，较袂安那乱人饲在前迄款啦。咱若身体够好，子孙啊，伊较免烦恼啦。咱烦恼讲咱老岁仔安那拄安那，咱身体够好，子孙也放心。因为伊也算讲上辈了啦，伊是有这个八十七的年岁吼，啊，但是伊咧做工具，甲伊的心。 拢是一个咱年轻人靠，像我们的六七十岁的这个一样啊，生啊，伊的脚手吼，还阁真灵，还阁马健啊，系啦。时日啊，总是呢，在分秒挥洒的不断的过去，挡不住，也是呢抓不到，唯有。 唯有精进，唯有我们所做的人类所动作的有形的，我们看到了，手脚利落，会把握时间的人，他就会很快速把这一片呐。 很快速呢，干干净净，清理好，可以利用时间，赶快再做其他的事。但是同样的时间，有的人拖泥带水啊，拖拖拉拉的，许多的时间。 就是在他的生命中，时间过了，生命也消解掉了啦，这样的生命的付出价值打折了。这就是我常常在说，佛法说精进，精不长，进。 不退，还要呢往前步步前进，要不然我们呢总是停步不向前，时间同样过去，人还是原地踏步，消耗掉时间，生命呢。 小心，所以常常都说，最近常常听到了老菩萨呀，大爱台都会说：“啊，师父安尼讲，要活动叮当，叫做爱活动，就爱活动。咱若活动一下，对人类有帮助，咱要守护地球，咱来个。” 环保资源，搞好，收得来，分类再济，那会当减少大地被破坏。阿叔安尼讲，有道理啊，所以，阮就听话，阮就做啊啦，做的呢。
真感恩哦，足欢喜，家在舒服，有自在，有环保，互阮无孤单，互阮的生命真有路用。哦，这都是一直听到老菩萨的话。是啊，因听师父的话，做利用生命时间体力去做。师父呢，听因讲话，师父会真感动，会感觉讲啊，因嘛是咧甲我鼓励啊，所以我加讲，因加听，啊，就加做。啊，看因伫咧加做，因有甲我听话，我会感觉讲有价值，我都爱阁讲较济咧。这呢叫做循环，这叫做回向，回向，这叫做功德回向。我做的，我所得，啊，得者得呀。我对大地有付出。我家己嘛真欢喜，啊！我是因为呢，师父甲我讲的方法，啊，我听话利用方法，啊，我都付出去做，啊，我都把这些物件收回来，哦，这安尼呢，保护大地，甲处理甲干干净净，行，这拢总是。分秒无空过，互相啦，一站一站，一顶一顶，头前是安怎收转来，资源是安怎解分类，啊，这些资源呢，再回收甲工业，工业有各种分类啦，诶，应用。会当芳西，那就是一步。啊，最无路用的做地藏，至甘菩萨啦。会当回修是为爱护地球，这真正呢，干净资源回收，再济啦，会当做出了真精。很精细的颜料，所以这就是环保菩萨修好地球，而且呢，把资源呐，会当应用的干净的，会当应用个真细腻，卖搁再讲吼，一直往地挖。往海里掏，唔免阁对海底阁挖啦，唔免对大地呢，阁直直掘落去啦。会当予大地负担减量，但是呢，清净在源头啊，最好咱减用。你若减用啦。伊都减味，伊都减制作，都袂污染啦。迄个污染会减少，所以呢，人类啦，那会当想会通啦，那吸收入来的常识，甲转做智慧啦。那智慧呢，干净啦。才有法度呢，来保护地球，爱山爱水啊，爱山爱水，那都是爱保护树拿，树拿爱保护好好，不砍伐，不挖山，卖谷地，自然呢，人。以天地万物
共生息，这就是最和乐、最平安、最美好，这菩萨清净国土，就是清净的国土。咱啊，人人做得到，这个所在都是净土啦。困难不困难？每一个人向着自己，做得到啊，未到？会啦，这哪会做未到？只是呢，有没有听到？